第三天，高级班第三天以后要做啥？高级班第三天就是说你取得一个资格，取得这个资格有几件事。第一，以后我们要办日本还是办美国要去访问的时候，你有资格去。一般是8月15号，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天，我们会派团去靖国神社向台湾的英灵祭拜。台湾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的人有39100名，还是给他供奉在靖国神社。所以靖国神社里面敢有供奉美国人？无。敢有供奉中国人？也无。是怎样要供奉台湾人？你都要想清楚。你台湾人若不是日本人，为什么要在在这个靖国神社给你供奉？相反的，中华民国的忠烈祠里面敢有台湾人？无。有啦，无100个啦。那就是有特殊贡献对中华民国牺牲的人，他把你放在那里。台湾人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牺牲生命的人何止1000、1万，只有那个1945年到1949年的时候，台湾有两个军团去给他征调去中国作战。那一天中国发布一个新闻，真趣味啊！用台湾军团、台湾军团有参加日本在中国的作战，甚至有参加南京大屠杀。那个新闻出来一天而已，中国是无。但是你若去酷狗的时阵，去找这个消息的，有60几万的这个新闻。这个新闻都不爱让你台湾人知道。台湾人有去参加日本的台湾军团去跟中国作战，这不是以国民党所说的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完全的谎言。你若算是中国人，你哪会去跟中国作战？你就是不是中国人，所以才会参加作战。南京大屠杀是真的还是假？咱也有发表文章，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假。嘉定三屠就是清朝那当阵啊，伫拍明朝，讲伫这个嘉定啊，有连续杀3天的人，伊杀3天的人都杀无30万呢。什么讲日本军一天内底杀30万人，你看就知假。但咱台湾人。诶，课本内底甲你讲南京大屠杀，你相信呢？因为咱台湾人没有用脑筋思考，就是讲课本所写、教科书所写拢总丢，其实全部都错。所以隔壁班读书，唔是讲你法律都完全足清楚的。隔壁班读书，你的法律啊，讲较偏的，就是半桶屎啊。这半桶屎很容易出错，所以美国跟我们说，他说你台湾民政府出了就几个不孝子。什么不孝子？后利用台湾民政府要宣布独立的，去年主年发生的，后利用台湾民政府在骗钱的，这也是去年发生的。跟你说秘书长讲哦，南海是台湾的哦，台湾的时阵，这个南海内底石油啊，咱来甲告美国哦。那石油安尼告了，迄个石油公司烧，迄个抽出来迄石油啊，咱会当来分，然后各位人拢会当分，一个爱交30万。哦，1-200个参加呢，你要相信无？钱爱好赚，我都唔知啊。吼、哦。台湾人要赚30万很容易呢，这么高高诶，当然有啦，有才有写迄个证状啦，但是证状送到美国的法院啊，一礼拜两，都驳回啊啦。
看你讲，啊，你的你讲南海是你台湾的理由伫倒？法理理由在哪里？第二点，因为南海底下你挖石油，所以海里无鱼好食哦，还是挖石油海里台湾人？因为这个无，这个挖石油，让你损失吗？这种，所以，到今嘛为止，台湾人伫美国提出的告诉哈，无一个人成功啦，干那一个人成功，不是一个人，一个组织成功，叫做台湾民政府啦。2006年10月24号，咱头一摆告，哎，但是国务院嘛真看咱无去呢。啊！即马国第二届个狗，咱拄在狗2月28号个狗。啊！即、這个狗，即、這个我甲你保证，伊绝对头壳摸一烧。啥鬼头壳摸一烧？咱要要求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假的，是无效的，你要取消它。我甲你生个遮大汉，咱内底我甲看过，当然我年纪我算真大，我60几岁啊。比我年纪较大，看起来我哪有啦？你哪来无上课？你根本就不知道啦。1946年1月12号，中华民国以行政命令将台湾人的身份、国籍改做中华民国。啊，迄、那个国文我上课互恁看，讲原来是属中华民国的国籍，恢复做中华民国的国籍。欸，咱1946年。诶，以前有啥物时阵是属中华民国的国籍？从来没有啊！咱讲从来有当时啦，1946年以前有当时，咱台湾人是中华民国国籍。咱的老爸、老母、阿公、阿嬷，甚至阿祖嘛拢无。迄阵是清朝呢，清朝是叫做大清帝国呢，就是老国籍是属于大清帝国的国籍呢。不是中华民国国籍呢？啊，用这个公文就听啊。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所以那个告美国的翻译，谁来告美国翻译？因为美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来，你讲伊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你要负责任吗？你要负责任，中华民国把我们变去以后，你要把它变回来。在座你想一个问题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如果法院宣布无效，啊，台湾发生什么事？身份证无效，办公室是喂，啊，身份证无效了，啊，那无效，按安怎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台湾，即马甲你宣布，明仔载讲身份证拢无效了，中华民国身份证无效，会什么代志？我到出国，诶，即马是一个理由了，因为身份证无效吼，迄个也做护照的无效，即个小块代志啦，不能选举，这个上个重要啦。当然无效啊！啊，所以遐民进党毋能创啥呢？即马国民党知影，国民党个高层个拢知影，因即马拢吼要选哪无爱选呢？选嘛无效，东山一日本一日本，毋着要分了去啊！国民党遐高层个拢伫开会，一直开会，马英九身躯边个人一个一个辞职，啊你啊袂。啊，未入要入入面，你辞职要创啥？要走去国外了？要走去加拿大了？我知伊要走加拿大了，因为想讲，伊会想讲，我走去中国，哈哈，阿强啊，绝对搁甲找伊个，阿强足歹啊！啊，走去美国，咱个掠倒转来，啊，要走去倒，走去加拿大，免烦恼，咱个嘛开始甲加拿大咧讲啊，你哪去？回来吼，处罚搁较严的，所有财产拢没收以外，还搁鞭刑，安尼好无？我讲，这个转型正义我们要做。
你是属高级班吼，所以我一定要讲给您听。因为恁个鬼，就是恁要选择讲，恁要做台湾民政府的对一项的官员。但是恁还佫参加两个真简单的，一个叫做法理点招，迄一天而已；职务点招一天而已。参加这两个点招以外吼，这个职务点招就是讲，互你雷景。你要做政府的官员，你要做议员，要做内阁，甚至要做黑熊，你也家己去竞。即马剩400个位尔，所以你啊看，咱即马吼一直咧登来专训，一个月一摆登来专训。专训一下，就是上届新的国际的局势，爱甲因讲两天一夜，因为咱是素人呐、啊。素人，你听我，唔是讲食菜的人哦。素人就是吼，政治上都不知道的人啊，叫做素人。素人呢，要经过训练，你对政治你才会懂。啊，那在政治上你要懂，你就必须要训练。啊，过来，您即马来只受训，我问你呢，您互相长官敢有熟悉？无呢？后摆卖去外口小拍拍拍，再讲吼，你民政委人。而且发现讲家己的人，所以咱即卖呢，这个受训的时阵吼，内阁议员啊，拢男的，男的我就给伊时间讲，我给你二十分钟，开始一人爱熟悉二十个，啊，每一摆拢熟悉二十个，每一摆拢熟悉二十个，后摆所有的人你拢爱熟悉，因为这种的工课，唔是你个人一人做得好啊，都要团队，好，这是这个叫做台湾民政府。高级班以后，高级班以后有真侪代恁来做。第一，恁要有一套黑色的西装。女士，我那同款，黑色的西装，但是呢，裙也好，裤也好，拢被接受。女士是内底白色的就好，男士内底爱穿白色的衬衫，干的裤带，有一个标志。有一个标志，这是咱台湾民政的标准的制服。重要的代志、重要的聚会，拢装爱穿咱的制服、咱的西装。你不要小看我们穿西装的，咱穿西装去日本、去美国，大家拢就欧陆的。哦，而且什么款的团体？卖讲去日本、去美国啦，敢那在台湾呐？一摆若讲二十个人走出去吼，大家看到你穿西装吼，这无较尊重你，你要相信嘛？宜兰吼，咱有一个同事，伊咧做种迄个啊做芭拉，伊看到我去引导，伊看到我，哦，足欢喜，伊讲吼，吼你唔知哦，台湾民众哦贡献偌多，对伊贡献足大。我为什么贡献很大？我吼早时一到。是啊，去别人园哦，去整理。回来了，我就身躯洗洗，甲换西装，哦是的。因为我出去吼，阮即马厝边隔壁看到我吼，拢非常客气，对他很尊重。我讲啊，以前无尊哦，伊讲无啊，以前拢嘛叫是我是做事人，啊我西装一个穿咧，地位拢提高。我唔是讲因为叫你穿西装地位提高啦，我是讲你伫这个所在受训。你的堂堂来的有得到比别人更好的学问、更高的学问，是安尼的管理。所以，这个黑色西装以前咱拢有替人做，即马无啊。伊即马吼，家乐福吼，拢已经甲你做便便啊。家乐福，你知吼，一输2000块、3000块尔，你去吼现甲套上去吼，钱付了，就当钱等去，很方便。我不是家乐福的股东啊，我先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叫伊讲我咧甲家乐福广告，不是啊，但是我是甲恁报讲吼，迄个所在有啦。啊，即我听讲有足侪商店冇伫卖西装啊，哦，你会当去即个商店吼，即个买即个制服。上好即个制服有两输啦，一输寒天，一输热天。啊，无即马热天的时阵哦，你穿寒天哦，遐尼啊厚吼。啊！人大家拢穿衬衫，啊，敢若你穿西装，啊，你挡袂掉。但你若穿迄个叫做较薄的，你可以
挡会掉。啊，咱穿这个西装好处真多呢。咱有规定，若丧事，你要夹乌色的领带；啊，若喜事，你要夹迄个银色的领带。啊，毋是拢甲你解决啦。啊，即马台湾吼乱七八糟，你也看爱丧事，嘛伫夹红的内裤带。啊，拜托你是你共庆祝哟。迄人迄是商家是不爱甲你讲尔。啊，其实是心里面伫骂讲，嗯哎。啊，你足无意思啊！你来这边吊丧，啊，你搁甲这个红色的内裤带，啊，有人就无咧注意这种的。但是咱台湾，即马开始台湾民进以后，这方面的礼节啊，拢爱注意。5月17，还未到。3月12，我昨昨日我互你看迄个演讲，恁有看吼？这个演讲了后，咱已经决定。本来是决定4月29要去日本的东京举行酒会，后尾因为安倍晋三啊，4月28要去甲奥巴马见面，4月29要伫美国的国会演讲。啊，因为咱是邀请，希望安倍晋三会当参加咱的酒会，所以咱从这个酒会为4月29甲延期5月17，恁拢有资格参加，因为。您已经高级班了，啊，所以您为高级班今日刷，回去的时候唔通就再见了呢，都唔通讲就跟台湾民政府脱节，您爱去当地的州的办公室，州的办公室去以外，因为每一个州内底有很多的郡，你像高雄有10个郡，台南有8个郡，台中有9个郡。啊，所以您等于以后都要去郡的办，哎，去这个州的办公室或郡的办公室。啊，你若变做县员的时阵，就是有经过五关以后，你们就要参加值班。所以台湾民政府是一个有制度、有组织，一个政府。会记得哦，咱不是政党哦，你们戆戆呢？就是讲，你甲民进党、甲国民党、甲台联啊、甲行动，赶快，我们不是政党，我们是政府，这是非常严肃啊！中华民国应该向台湾民政府登记，所以台湾民政府不必，唔免向中华民国登记。迄一天，银行啊，下一个即个叫做复利啊，讲你台湾民政府是什么？啊，那机关啊，有人汇钱来，比如台湾民政府，我汇钱哦，台湾民政府有错吗？因为台湾民政府，我以前伫迄个网络看讲，台湾人是诈骗集团，哎，我你讲的足犀利哦。我怎讲迄内政部，你唔知有迄个文无吼？我讲内政部的文可以看。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讲啥？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啦。伊唔敢讲你合法，但是讲不是非法组织啦。啊，刷入去，咱要过一张公文，是美国官方甲咱注册台湾民政府的基金会。请这好看，我请问你还有什么疑问？啊，我甲你讲一个趣味的代志。你国际班毕业以后，你能当买车牌？最近啊，全台湾超过4-5个。管区内底一挂白目仔的警察啊，去共北牌，去共迄个红牌甲北起，甲北讲，佮共开单讲，你伪造车牌，所以红迄、那个红牌啊，咱的车牌恁啊外口迄款，共没收啊，共提登去用警察局，啊，当心你甲我讲，我讲你免紧张，我甲你保证，唔免一礼拜。不是志愿啊，伊就乖乖摕来领导，佮甲你倒倒去。啊，结果即摆警察头脑真好，伊即摆这个民主唔知要安怎咯，伊即摆用双挂号寄予伊，予你家己去倒。伊头脑算袂歹啦，哈，头脑算袂歹。啊，所以伫迄个 line 内底吼，啊，足侪当心讲，今天有一个好消息，我讲好消息。即、這个也做迄个啥物？清水啊，单位会记得警察局啊，将红牌寄还给我。啊，原来迄个红牌哈、啊，
伊开红灯，伊是甲开讲吼，伪造车牌。哎，即马等于去查查诶，顶管甲讲啊 ，USMA 是美国军事政府，你敢甲查？你敢甲没收？你读较有影是读较歹呢？啊，咱一寡东西我有甲因教，我甲创伫遐警察啦，有三四个吼，啊，毋着伊拔去对毋对？我甲过。去个按铃宣告就好，啊！你拢免写，你着按铃就好。哎，我起我要哪讲？伊讲你甲讲，有人，你先讲卖讲伊警察啦，你讲警察法官就不爱办啊。你讲有人结伙，就是两个三个持枪诈抢、抢劫人民财物，嚯、哦，这代志做大条诶！啊，你着本来着知影讲，叫个警察局啊，迄组织也有啊。啊，你唔知伊啥物名，无要紧啊。啊！甲告咧，即马警察发伊着甲传，啊！即传去法官讲啊，哎啦，我传着警察，啊！着甲你讲，该和解啦，和解啦。我啊，伊问我啊，秘书长啊，要和解无？我安尼啦，即个警察后摆拢是你的部下，你袂歹，你要甲伊和解啊袂？但是你和解的教训就好啊。啊！你卖解偷了，无个，伊唔知嘛。所以就算足济警察，咱遐在受训呢。这边这期是敢那无警察啦，啊，国安局也有啦，调查局也有啦。啊，即马终于啊，台湾民众有这个知名度拍开去啊。现役军人，咱叫现役军人嘛，有无？哦，你现役军人两位、三位，现在不只是现役军人啊。现在最高层级也上校，啊，上校，我卖潘世光也记不了，伊伫台中呢，是现在的上校哦，伊来受训呢。阿王，哎，你他个派去哦，你上校，你等于头脑会无啊？也不会。伊讲哦，我们的那个长官也要来，我很对啊，没有错啊，你伫占位啦，对不对？法官嘛是来啊，十几个法官嘛来啊，检察官呐、啊、推事啦、啊，所以都啊为台湾民众为开始惊到要死，到今嘛，大家拢公开来伫上课啊。啊，可见我们不是诈骗集团，咱敢有甲你募款？有甲你募款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无甲你募款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来看嘛，哎、欸，你来举手，因这电视在播出嘞。电脑你播出诶，我确实都无甲你募款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国际网络啊，咱去美国开记者会啊，那篇文章啊，你这里有没有？那个国际新闻网，那个12号开了吼，一动足久诶，动一礼拜才刊出来，一个国际新闻网，那是我看是差不多唯一伫美国诶华人的报纸。啊，这个报纸哈、哦，他们讲我足厉害哦。以这个记者哈、哦，对咱台湾民众研究的非常透彻，拢总知呀。但是最后一点，因怀疑的一点是啥？奇怪，啊，你台湾民政府，你的资金位对来，是不是 CIA 给你 ？CIA 你知哪？美国中央情报局。你们广告做了那么多。啊！你们还派团来美国，到美国，一个美国要足济钱，你知不知？你知不？甲台湾无同款嘞，台湾是讲吼，一个案10万，啊是15万，但是这不一样哦。美国是算点钱久的哦。我们到美国，2月28号到今天，当然这个2月28号以前的才有两个月，咱就开始开钱啊。付我的书费哦，到3月12号，这个钱已经开了的，800几万，要到900万。奇怪，咱哪有遐侪钱？咱无遐侪钱，但是咱的成员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成员，家己关呢？这个关呢，回来，隔天刚咱马上该回去我的书。所以5月17号，我们要在日本。叫做日航东京酒店开一个大型的酒会，这个酒会我们是规定男士要穿正式的礼服，
正式礼服是啥？西装或者是燕尾服。当然哦，台湾人就爱穿球鞋，不可以，爱穿皮鞋。啊，查某的要穿和服或者是晚礼服。啊，有的查某的当亲就欢喜的，哇，这世人有机会来穿晚礼服。哎，有影呢，对不对？很高兴啊。但是我们真可惜，我们只有能够32个人去，啊，80个到100个，由这个做美国啊跟日本的政界、商界、文化界、媒体界来参加。美国有一间公司叫做 FOX Fox， 那个有那个福斯啦，福斯的。诶，电影你唔知团知影无？伊这间公司有一个 Evening Night， 就是晚间新闻的主播，伊张传播，他要来参加。即摆已经三个主播要来参加，啊，恁会感觉奇怪？啊，像啊台湾的这些拢无哩无兴趣，啊美国这些遐尼啊远啊飞来要飞来东京，因为伊要来参加的时阵吼，哦来恁来看，啊稍等下，我这麦叮当，我稍等下讲者。因吼，因这主播要来参加这个会议时阵呐，要邀请函，因为伊在3月12日参加华盛顿 DC 的记者会以后，因发言讲：“哎，不对哦，安倍晋三竟然4月28日甲自家要去美国的国会演讲，哎，这是足大足大的代志，你知唔呢？是安怎？美国含？”这个日本是作战国呢。美国的国会对于日本还是心存戒心。这一般咱台湾人未去感觉到。所以美国国会，我有感觉就是美国吼，我甲遐国务院咧讲话，我有发现讲，因咧讲话内底，因对日本非常不放心。因足惊爱日本甲台湾合作伙，啊，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三次啊，因为以前有迄个咧，以前的咧，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引起的，第二次嘛是伊引起的，啊，所以因就讲哦，夭壽哦，即摆日本啊甲你台湾合作伙吼，啊，就是日本变成世界第一强的国家呢，咱是第一强的国家呢，所以他们害怕。所以呢，但是这边美国要让安倍晋三去70年来头一摆，让首相去遐演讲，全世界拢会注意这场。所以咱本来是4月29要办酒会，甲演到5月17，啊，所以美国的记者他们讲，他非常敏感，伊马上就闻到味啊啦，闻到啥物味？这里面一定有因素，有什么因素？台湾跟日本之间。的某种关系，啊，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背后的支持又是谁？当然是新闻，所以你拢会当知呀。是谁？咱家己啊，咱家己要来，让台湾民政府要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嘛，对不对？跟美国有跟你讲，有啦，美国偷偷跟你上了。美国没有推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有今天呐、啊。但是美国要跟你杀，还有条件呢？什么条件？你自己要知道，你家己爱知影，你家己唔捌的时阵，伊是要怎跟你杀？伊杀你袂紧张嘛？所以伫2006年10月2日，咱过来以后，经过半年，美国跟我联络，直接哦。你讲奇怪，伊哪会知影你的电话？我嘛感觉很奇怪，我是知影阮家的电话才会下来去。看来的时候刚才开始，因为我是留日的嘛，刚才开始跟他说日语，我说这是什么人啊，你是谁啊？日语说说说英语，那更奇怪，英语了又绕一两句台语，嘿，我说你是谁，你再不谈我不跟你讲话了。 You must identify yourself， 要不然我就继续跟你说话，你要证明说你是什么人啦、啊欸、我跟空气你说话我不啊、就说他代表北京，代表美国国防部，要跟我说话。我说不，我现在跟你告，
啊，你甲我讲话，我就是甲我交代。那被告要来找我，被告要来找我原告的时阵呢，我一定要透过律师。啊，你两个拢知影这个消，这个代志啊？哦 ，no， 我不能跟你讲。哎呀，这机师的人叫我去问台湾的事，所以可见美国的 CIA、美国国防部、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私底下有在跟咱联络。甲现主席台面上遐人有伫联络，啊，所以以后因为咱开始搞落了，我拢靠家己研究的嘛，啊，伊感觉我呢速度太慢啦，就开始提供暗中提供绝对机密的资料好啊，啊，所以即摆一挂台湾人足杂错的，奇怪，阮要搞拢搞物件，是啊，你林秘书长你拢搞会行？我必须坦白承认，我有一些资料，他们没有的。而且我资料的时阵，算了，卖怕波啊，这不是光荣的啦，美国头大好啊。因为我这资料给我的时阵，我的搞的时候，我就讲这几年几月几日，什么样的人给什么样的公文，什么样上面怎么写啊？美国看你们看了，大家讲起来。哦，啊！你来弄这资料，啊，昨天告赢，还要告输，所以我即摆你甲告美国，我一九四两年一月十二，你甲新闻、甲新闻、甲编去。我甲你讲啦，这边中华民国昨天头壳冒烧啦，啊！所以国民党准备要落台啊。马英九遐边的人哦，一个一个失职啦，伊失职要创啥？就是要准备阿伯啊浪干，要选啊啦。这就是咱今日。这个台湾民众行到这个所在，五月十二，到五月十二后，你们参加的机会可能不多啦，因为足侪人伫排队，32个名额分成6个州，一个州5个人。但是我这边是有规定讲吼，一定爱少年啊占一半。啊，你会问讲啊，什么是少年啊？几岁算少年啊？你感觉几岁算少年啊？65岁以上算少年啊？你有讲唔对啊无？啊，我啥的呢？我就来70岁开始。我讲，咱即马是安尼啦，咱暂时个规定吼，40岁以下算少年啊。哦，啊，40岁以上诶算壮年呐。哦，啊，这壮年吼，壮年的我也欢迎你去，但是你到出钱就好。你拢壮年拢靠钱嘛，出钱吼鼓励少年，出钱吼少年啊去吼。不表示你不行，你不一定都爱帮忙你家己亲生的后生学生吼，这是帮忙的。你的小你的眼光爱抛开的，真的要打开。来，我给恁看这个相，这个相就是伫南南新的 Press Club， 就是国际记者俱乐部底下翕的。那是国际记者部来的上个大件的，咱去32个人，翕这个相。那咱看伊文章往哪写？文章在这个相片的下面来，这个 continue 后面的迄个阅读，继续阅读。我要给你看一段，恁个人吼，家己去看，咱的官方都有网站都有啊啦，我们的官网就有。来，上尾这段，哦，你看哦。现在现主席中国人全世界所有的媒体他在看我们是看对一条，看这条他说该组织，他不敢写我们是政党，我们这个组织在2006年也没有起诉这个叫做美国政府，200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该案，这是欧北说的 deny 不是叫做驳回，搁置待审。为什么待审？因为咱原告还没有准备好，咱原告要准备4000名的本土台湾人要去接掌政权，所以 deny。一不是用 reject 自己，那 reject 就是驳回啊。deny 不是叫做驳回，叫做待审。组织成员在记者会接受访问时态度审慎。因为我首先有跟他们说，你们去参加记者会要低调，
欸，你们人袂记得美国是被告呢，咱是原告呢。你们通去啊吼，趾高气昂，得意的要命。你伫人的土地顶管呢，啊，你是原告人的讨厌呢。所以你要很谨慎，卖乌白讲话。并未提供旅美官司费用资金来源的详细解释。啊，无人知影，啊，是要哪提供？我袂记解讲吼，人若问的时候，你讲扣掉的。伫土卡扣，台湾遍地是黄金，你捌听过吗？有无？扣的啦。其实咱家己的学员家己管的啦，只表示不接受任何外界捐赠和商业赞助，还是有影哦。外口的人亲亲切切要捐钱给咱，还是商业组织要捐钱给咱，咱拢讲谢谢，不要。因为咱足惊什么代志？阿扁啊，迄当时决接受几亿、几亿、几千万、几千万，后尾啊出代志，什么出什么代志？我即马甲你捐钱两千万，即前以后伊讲讲，秘书长啊，我迄当有捐钱两千万嘞，啊，你看我即卖当做啥？你就火起啊！咱这到即卖为止，咱包括这个关系，一个人捐款最高最大程度能够忍受是十万块台币呢。啊，所以甲银行讲啊，我们有在洗钱，我你去讲个笑话。啊，嘛毋是诈骗金，诈骗金人要甲你骗十万，啊，敢讲个？啊，是遐崩汤吗？我们是每一个人捐款在这个官司上面，顶多顶多就是十万块，超过我们也不要，因为台湾的地位、台湾的国际地位，需要靠咱台湾人所有的人来加入这个活动。安尼后摆台湾若成功的时阵，你对外人讲，恁老爸还是恁爸，你顶回讲的，恁爸上大。我有捐十万呢，因为台湾人现在较无钱啊，啊，咪讲较无钱，去予国民党压榨，差不多压榨不了呀。所以他们还表示，经过第一次诉美案以后，这一次为官司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不愿意猜测结案所需要的时间跟可能结果，称法律事宜皆交由律师处理。这就是咱第二次，到今日为止，有个人要来上课的，伫外口的，要你讲哦，啊，民政府迄个控告是假的啦。我咱第一遍2020年十月伊是，干那要应付外口讲咱的官司假的啊，无迄个代志哦，没有那个案子哦，应付规半年，你要相信吗？台湾人是足戆的呢，因为因认为讲哦，不可能。去告美国也不可能去成功，所以您即马国际班今日第三天，我当然是恭喜各位，你们今天结业，你们会有一张结业证书。同时呢，一个月以后会通知你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就参加法理典招跟职业典招。要还有一个三天两夜的职前训练，职前训练我们有三场的考试，三场的考试要创啥？要防止执政以后外口的人要插进来。现在民进党、国民党还是其他的政党想要加入咱很多呢。我们职前训练利用职前训练的三个考试来控制不爱好因。随便进来，职场考试的时候，三次考试的题目大概是100多题。如果遐人想要混进来，我就把题目变成500题，予你考袂过。安尼好唔好？你那个听无啦？话紧，当然，迄个之前训练家讲，因为时间超过太多了。恭喜各位国际班毕业。啊，你拿电话留的按留我丢，我们会随时通知你。同时，你高级班毕业以后，要去你的州办公室报到，啊，要去州办公室报到。
遐所有人拢会很热诚的接待你，安尼好冇？来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